还是刚才那个，刚才左边那小孩有意思了，太年轻了呀，小妹妹，找我打！哎，找我打，找我打，找我打，妹妹你，行啊！刚才有点太凶了啊！猴会说话了啊！说话了，有点猥琐呀。看看对面什么大爷，又是螳螂。他一个兵也不补啊！先 Q 他一下 ，E 他一下，这个 Q 跟 E 全打到了啊！这波他很有可能啊，就放一个 Q， 我们稍微躲一下。这边如果想杀他的话，不是那么很简单啊。他如果敢碰我一下，才能行。他刚才如果敢 A 我一下，那么他就已经死了。但他不敢 A， 那没办法。为什么狂妄螳螂？为什么螳螂狂妄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小饼干吃啥？征服者，永远的神，回家了。1200大洋，来一个耀光。小场面，希望他们能和俺多过几招。像这种一 v 二的时候，尽量就一个一个打，你知道吗？你一下打俩，他肯定是打不了。为什么能一 v 二呢？因为先杀了一个，来一 A， 打不了 A 接 Q， 给我硬 A。这波就硬锤啊！我们已经无敌了，无论扛着他多少个兵，不好意思，我这是双 buff。 当然你们要是想打的话呢，就还是别扛兵啊，稳一点。万一这波兵呢他没了，你死了，螳螂搁旁边呢，或者你没打过，那就完了，基本上就是不用玩了。过两天我还得去拍那猴哥观察室啊。这就是他们的本事。45秒有点严。这一波他可能去中了。等一个点盐的时间，然后我们越塔把他杀了，先空个线儿。现在没有点盐，谁 K 连斯巴瑞了？寒冰啊！10秒钟，一定要等啊！一定要等，忍住，要忍耐。好，差不多了，飞了。塔下必杀他，这塔下不可能不杀他。注意连招啊！注意看，首先摁一下波浪键啊 ，E A Q 点盐转起来 ，W A 再转一个 Q，
来，小饼干死不了。我的小饼干是在立刻回血的，因为我们点了钥匙。打野来了，打野来，打野来了。走了，2233，差点钱呢。这波很有可能他起杀心了，知道吗？哎，让他拽 ，A 扣 ，E A 吃小饼干 ，A W 留平 A A 接个扣，钱够了。但是我还是差300。我决定把鞋也给出了。这就是他们的本事。我再吃一层。经过上一轮的战斗，这个小子啊，稍微已经有点明白了，就是我不走。那他肯定是打不过我，所以这波他应该是有闪现啊，他好像是有闪现，不对，他没有闪现，他跟我一块用的，他没闪现。这怎么还烈士军呢？这得快点拆了，下路塔要没了。哎呦，漂亮！下路塔要没了，赶紧拆。拆完以后我们看看到底是去下呀还是打个峡谷啊，这都可以。这边他有闪啊，但是不可能让他吃，塔下兵不可能吃得了，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让你吃兵啊兄弟。你闪现可瓦段吧，走呗。 EA 还有可能螳螂要来啊，A 点岩头，平 A 接 W 妞走，扫一下 A 扣 E， 平 A 再 A。你们最错误的决定就是上来抓我，小伙子们。说实话，那螳螂要是能有个六啊，那还行。你说你连六都没有，你上来抓我啊？回家了，铁板鞋，提亚马特。这样吧，今天这把我们这么顺，出个收集者，来个暴击。好像下路也不用我们了，起来了，你就后撤啊！我们杀潘森，因为螳螂它有意义，它能跑，你知道吧？抠意思。扫一下，哎，
不好意思啊，兄弟，我以为那塔会打假猴呢。那也没关系啊，你并没有被谁拿到人头，可以说让你快速回城一波。扎我啊，小鸡儿不给他吃，不收他的鸡儿，把鸡儿谁打的谁自己收。七级，回家收集者，收集者冲完出穿甲吧，这把来一个幽梦。幽梦九头蛇，幽梦跑得快一点。希望他们的恶案不过几周。三项穿甲搭吗？我先出帽子都搭。这主要是一个顺不顺的问题。哇，这一枪我都没碰他，哎呦啊，大漠荒远我把杀，先杀到长狼，没事被我收集者烫死了。嗯，没死掉。好痛啊，好勾。还能不能勾着了？再勾一个，勾的，来呀，螳螂，这得跳啊！不往我脸上跳吗？哎呀，我好想要这螳螂的蓝 buff， 但是他有护甲牌，我杀不了。打个拉克斯吧。有红，这个红我要。螳螂马上来啊，在这等他一下。无论是谁进入到这个草丛之中，那么他都会死掉。是我，你给我死，再见，我没蓝了，我不打了，我说停停。哎，走位了，拉克斯蓄区有点高啊。
能教学一下猴子打石头人出什么神话？不能，因为石头人是会被办掉的。为什么要打石头人？这个东西那么恶心，为什么要打石头人？再上路去吧，我还差个九头蛇。希望他们的子弹不过击中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我现在拆塔老快了。没有人管，十秒之内。这防御塔就会掉，哎呦，为什么要抽我？哎呀，没办法了，给我勾了。差一点点钱，原来他们是在勾引我。拉克斯出来当诱饵，两个人在塔底下，我杀拉克斯，拉克斯闪现，然后洛克萨斯之手搁塔下一蹬，给我蹬塔里去了。随便出吧，出什么都行，出个黑切也行，出个死亡之舞也行，出个血手也行。怎么出完这个幽梦跑的还是这么慢呢？那螳螂别让我看着啊，先拆东西。我上了啊，我上了，我上了。先杀洛神，你不出来我可拆了啊，基地可没了啊，先把螳螂杀了，完了，快拆呀，泰坦呐，泰坦摸一下就没了，泰坦差一下，开始骂人了。俺们家这武器还行啊，比那螳螂好不少。斗鱼搜索零作用打野，或者斗鱼搜索不拆家
上单就辅助。寒冰双 buff 不好上，给我杀！你救人的样子真勇猛！哎呀！